是胡说。是是胡说，是是胡说，我天、啊！谢谢胡说。胡叔你好速度啊，谢谢胡叔。从前的日子都远去，我也会有我的情，我也会给他看相片，给他讲同桌的你，这是我的心啊。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那我抢红包还是抢的比你们多的，因为我们公司里面有发，然后公司里我好像抢了80几块钱，然后我朋友那个有那个红包钱，我好像抢了50几块还是80几块，我有点忘记了。不过我在 QQ 群还有我自己的微信群也发了几次，等于没有抢到，还多付了点钱。我上面写的是20级能约会，我天，你不会语文能力比我还差吧？我的语文能力已经被他们一直嘲笑了。啊，什么叫做不是职业女主播吗？我是一直直播呀，一直直播呀。你们初恋的时候都去哪里约会呢？你们就是有没有想那种理想的约会，就是理想那种约会啊。我还没有到结婚年龄呢，你和我说什么彩礼呀？而且说实话，我真的不知道彩礼这种事情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到结婚的年龄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啊，根本就不知道。没有啊，直播就是我的工作啊，我一个礼拜就周六休息。一个礼拜就周六休息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，都顺顺利利的，都顺顺利的了。然后，一切都好，一切都好。我没有到20岁，我知道我现在这样的打扮、化妆啊什么的，肯定就看起来可能就是像20岁。我自己也觉得我看起来不像18岁，看起来也差不多像20岁左右。所以不要问我这个年龄啦，我说了你们又不相信，又觉得我是在骗你们，那有什么好问的呢？我说了你们也不信我嘛。Hello Mio。 今天稍微晚一点。我觉得我现在脸也不像18岁啊，就化妆什么的，可能素颜比较像吧，素颜可能会好，但是化妆的话，我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像18岁，就反正差不多像20岁吧。所以你们问我，你们也不会相信的嘛。
迪苞米地是不是种玉米的地方呀？苞米地、啊。什么性格像八岁？我的性格就是十八岁。什么身材像二十八岁的啊？不知道女孩子几岁就发育好了吗？身材像二十八岁。谢谢三四五送的头三人。为什么要报警？难道全部是我报警的？为什么你们要报警？虎叔，你掉了，有看到我谢谢你吧，虎叔，你有听到吗？谢谢送的活塞雷，谢谢啊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，你怎么这……哎，不对，胡说啊，胡说！怎么可能？你给我了之后，然后马上就掉了吗？给了我之后马上就掉了吗？啊，什么叫做主播会讲白话呀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会讲白话？感冒了吗？感冒好像好点了吧，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了，就好很多。谢胡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我是上海人，不会广东话，我只知道黑凤梨，还有就是什么，还有就是。你有没有搞丑啊？就这两句，还有侯三雷呀、啊，还有就是什么、啊？不记得了，不知道了，就这些广东话，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。你们都是广东人吗？都是广东人吗？我很久很久没有看过港剧了，很久很久，我连普通的电视剧我都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了，我最起码有三四个月没有看过剧，最起码有三四个月没有看过剧了。啊，谢谢胡说，还有三四五。所以跳个舞吗？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哔哩哔哩是什么东西啊？哔哩哔哩，我怎么都不知道哔哩哔哩是什么？这首歌没有跳过，其实我只是试试看这首歌。